的分数，又不用回到非常远的这一道。好强！哇，好自信的一个混烟。嗯，他去预判对方应该会比较。小雨没要，尴尬。略微大意的待在这个烟雾一侧，因为刚才这个过点 YZZ 是没有漏枪的，就是卖你一个破绽。是。我靠，老干爹子。来了 ，CK 组合双子星，先是老干爹两分。两分，四分，六分，微微老干啊！能继续拿分？那这一波对于 LGD 攻楼来说，又是一个一个上的。那两个人确实是在这个地方直接倒下了。说实话，微微老干爹只能拿两分，结果他拿了四分。我以为他零伤拿下。还有，别说话，还有，也是拿到了这两分，双方火热，还有没有机会 ？YZZ 血量没有任何的减少。今天是 Y 总归来之日，他现在在这个二层楼里依然有无限的可能。不过相信老干爹，状态应该是好于他的，无论从物资还是从人数上。所以 YZZ 这是眼前的挑战 ，YZZ 守着这个盲分 ，YZZ 放倒帽帽撞掉。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他手里面的枪啊，其实是没有太多的子弹了。合起来也不够一梭子了，这赢了呀，这赢了呀，捡到了点四五的子弹，是看还有没有机会了。在 这老干爹绝对倒，绝对慌了呀。一下包听到了，对方并没有下来，选择了夫人。但天堂这一刻会很假的，他这能打得过？透了，但自己处于一个夹角枪线之中啊。是的，那这时候就看个人的一个操作了。现在信号接收区也已经过来了，先铺一颗烟。能过猫猫这一个点，天堂已经来到另一侧。我靠，制造一打一的机会，躲天堂视野，来到猫猫，真一打一了，猫猫还主动过来打，卡住一个缝隙啊！放倒了猫猫，为什么主动过来打？对，一战到底。是的，那么天堂也并没有离开，现在留下场上的就是两个真男人之间的战争。卡这个缝隙，扔外面，赶天堂走位，双方血量都比较健康。啊！再天堂，抓天堂，海敏侠右身位绝对打赢了。在 PK YZZ， 你看。右手位绝对打赢了呀，这一波